什么呼吸？蚕是变态类昆虫，最常见的是桑蚕，起源于中国，一生经过蚕卵、蚁蚕、熟蚕、蚕茧、蚕蛾等几个阶段，共50多天的时间。蚕蛾产卵交配后繁殖后代，产卵后即死亡。蚕通常用它身体两侧的气孔来进行呼吸，也就是我们所常见的一排小黑点，那就是它的呼吸器官。一般每个蚕一共有18个气孔，在两边均匀分布。另外，雌蚕还可以用它的腹部进行呼吸，而雄蚕也可以用它的翅膀振动来进行呼吸。蚕宝宝身体的两侧面有一排小黑点，是它们的呼吸器官，叫做气孔。每个蚕共有9对气孔。